再学两个动作哈，先看脚，往这边迈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简单吧？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好，那手呢就是这样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连起来呢就是一。二，一，二，我们再从背面展示一下啊。迈右脚往那边迈，先开始哈，这样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啊，然后这个手呢就是一，二，一，二，好，那么同时的话就是腿稍微弯一下，慢点啊，一，打开。二，再往那边迈，再打开，一，二，那再重来一下，走这边，稍微屈膝，挺胸哈，一，二，一，这就是一个动作，做的时候要把这胳膊打抻哈，你看，这样，一。二，一，二，啊，我们再从背面展示一下哈，背面，脚往右走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对吧？然后你往右走的手是这样的，打开，一，二，合拢，一，二，好，我们连起来做一下哈，先弯曲腿。挺胸，迈右腿向右边来，一，边回来的时候边收手，二，再往那边打开走，一，二，啊，连起来不说话了啊。左腿是吃着那力的，然后这样迈，一，然后重心再过来，二，明白了吗？背面展示一下哈，往那边走的时候，重心在左腿上蹲的时候啊，现在蹲是两个腿，当主人迈的时候，马上重心移到左腿上，抬右腿哈，然后这样，一，好，慢慢把重心移。到右腿，好，左腿 free 了，然后回来，二，好，再做一遍啊，蹲下，伸右腿，移重心到右腿上，左腿收回来，好，再连起来就是这样子的啊。就是当你在迈这个腿的时候，哈，是这样过来了吗？这个动作要做好看一点，其实是挺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就是要加扭的动作啊。来，做一下，一、一，就是你出去的时候就把有些动作回来。
把握扭出去，一、二，再扭出去，再回来，明白的意思吧？一、二，就是要扭胯出去的时候，这样扭下，一、二。三扭动力，一，就是这个，我就是以前我们说的，他会经常有这种动作，啊，这种动作，举起来，啊，这是直着扭，站直了，啊，出腿的时候扭，哎，这这个呢，还有弯腿的，啊，弯腿的，出去时候扭一下，出去时候扭。另外一个动作哈，这样以后呢，就是你还是不起来的，啊，先不说，好，然后迈左腿就跟走路一下啊，一、二，原地不动，一、二，迈左腿，一上去一下，好，然后三四。慢一点，优美一点。一、二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先学着，先做下背表，背面，左，一，二，就是这动作哈。抬左腿。这个动作再抬右腿，二，好，那么要做的标就是连起来的话，先把脚连起来哈，稍微弯一下，一，就在这儿做，一，二，看到没？一，二，三，四就起来了，三，四，好，接着来录。后两个动作啊，迈左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啊，它在连起来的时候，一、二的时候还是这样蹲着的，然后三、四的时候就起来了哈，啊。来，咱们慢点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错了，这样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啊，背着。当然是45度角哈，1、2、3、4啊，对，1、2、3、4啊，1、2、3、4啊，那么连起来就是这样，1、2、3、4哦，那把手连起来呢，就是1、2、3、4啊，那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正面再做一下连起来吧，1、2、3、4好，咱们慢点，做的优美一点吧，动作练优美啊，1、2、3、4好，这就是连起来的，1、2、3、4